学校那边也没人欸。有，我们上面有一个，我们上面有一个，一个人而已，落单了啊，他，他往我们这边讲了。那我来学校这里。啊，他往另外一边讲，他没有过来了，他停下来了，他往别的地方过去。人家风扇很大声，啊？你那个电风扇很大声。那人去凉了没啊？非常大声。把电风扇搬走啊！好了，开个一集啊！好啊，这样欸，应该不会了吧？还是有一点，有还是有，讲小吧。你应该从自己的后面往前，往自己那边吹，不要从侧边吹。啊，但是我左边是门口啊，我左边就是正门口啊，你怎么可能从里面吹出来？这样热死好不好？都没有人要来学校，好肥哦！我不知道学校没有人，你自己注意。没有啦，刚看完的，一大堆 AK M16 呢。我拿了个 KR98K 在这边，可是我们又没有整机。这边有红点，然后高倍率的眼镜，那个镜头，哎、欸，是白圈呢。M4Boy，我 M16了。哦，四倍，送哦，送哦，干谁哦？浪费，别嘴啦你啊，浪费。医疗箱啊，干你还没包包？哼哼，鸡巴耶！这边很多7.62的、欸，那带一些走啊？我没有包啊。办法找包出来啊！哦，有自备自备，留着。哦，终于有一个一级包了。拿到一个二倍金嘞！对呀，平底锅。我有消音又四倍。狙击枪啊！没有啊，步枪。哦。二倍，带着。我有二倍啊。SD 之间我说完了。好。二级包，舒服。神通枪，我要不要留着？算了，烂东西 ，M4 就好了，16就好。
哦，卡酒吧。你也有。有啦。对呀、哦。那子弹很多，那子弹很少。哦，三级甲，干我肥滋滋哎！嗯，嗯，哎，附近有开枪，附近有，嗯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后面。自己注意，移动要快一点，不要慢，别慢慢走。干扩充弹夹狙击枪的，然后结果我不能用干。拜托给我狙击消音吧。你、欸、要不要来我这守学校上面呢、啊？这边 M16会拿。不用了，你那边你收就好了。我这边这里蛮多东西。我说守东西，守这里哎、欸，这里有 mini 14哎、欸。我不用啊。干他们啊！哦 ，mini 14，连狙啊。但我不用那一把。哦，烂。妈，我今天用那一把都杀不到了。哼。那用 M4 就杀 ，M4 就杀一堆。我这边空间也不够了。刚刚想说，我 M4 要不要换那把 Mini 14？啊，你不是有瞄准镜？有啊，我二倍跟四倍啊。哦，那把可以塞吗？应该不能吧。而且我可以把那个消音装给他装啊。那把就变很有用了，但是你们要保护我，算了啦，我加减用，近距离也有用。可是你那间我收完了，我这间收完了。对啊，要不要去黑人那边啊？看一下。不要吧，我们应该是要往上走啊，怎么会往到他那边？我们应该是要准备往上走。哦，75方向两台吉普车，下车了，来抓你。四个人，他们大概在这里难点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找到车的话，过来接我一下好不好？靠呀，就是没有看到车啊。我这里什么都有，就是缺车而已。
去路边看一下有没有。你们就不要跑了之后就点收在学校。这里蛮无聊的，没有看到车，酷酷哦！干，你就慢慢跑过来呗。我害怕啊！妈，你不是很肥滋滋？我肥滋滋，所以才害怕啊！不然我平常空荡荡的，我干嘛要怕死啊？对不对？也 是没错的。这边呢、你们那边都没人哦，都没人啊，还没过来吧？在你妈的几街？对，那边有高倍率的瞄准镜，我狙击枪发中。原来我门口就放一台车给我，干、你俩就坏掉了，几街？这样啊？林奇那边有没有高倍率的镜？高倍也只有四倍而已啊！那你四倍给我装好不好？哦，你有狙击枪？有啊，他有卡酒吧，我两倍也给你啊。干 我好肥哦，难怪走路那么慢。医疗箱、绷带、止痛药、量饮料。哦，我塞子弹就塞满了嘞，靠呗！我只有一级包诶。我是二级宝宝。啊，你们那车库没有车吗？都没有车啊。没有。干。因为只有一级的包包诶，没有二级。哎、欸，有，我看到一台了，在这里。水城啊，那边有人呢、欸没有，在路边而已，在路边而已。那你要过去开吗？我那边就是那个方向是有人啊，可是我不知道人在哪里。我听到枪声，在我这里的。哦，这边开车。有，那边有好几个，我这边没看到，超多人，没办法。去顶楼看一下。没看不到。幻想开车。有，我很越来越近了。这是我打的，离我们很远，离我们很远。这是我打的。不过差不多离我们有，差不多在这边吧。这边有人。你看到了吗？我标绿点那个方向，那个有人，我看到了，两三个在那边，你现在那个方向，你前面那边就有人了，两三个人呢。他往我这边开枪了，有看到了，你们狙得到吗？这么远打不太到，他们有车吗？没有，他们用走的，这有点太远。干，那我守掉他们呢、啊？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守掉他们？就是慢慢用龟的啊！你在打哪里啊，林奇？打那个在跑的那里。你有看到人吗？啊，你有看到人吗？啊、就是在跑的、啊。我这边看着没有，我这边看着看到黑人。有啦。啊，那个太远了，你射不到啦，那个是超过1000米。超过了。
这么远怎么打？走吧，要不要往上跑？还有人在打他们呢，很远的。赶快过来呀、啊！过去干嘛、啊？过去一起死哦！欸、哦，你们旁边哦？哪里？知道听到枪、哦？我打的啊！哦，靠腰哦！靠腰、哦，我打你那边的人，然后吓他们。现在看不到了，他们躲到山坡下。哎、欸，左边也有，我们左边这边也有人。左边也有人。嗯嗯，手包在哪里？黑人那边在开枪了，该走了吧？我们该走了吧？在这附近呢、啊？是不是不是那边？开枪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对啊。那你要去哪里？绿点呢？好了啦，那拖在这边，等下绿点就先被人家占走了。没东西了。我很少拿到狙击枪嘛，让我兴奋一下。你不可能一个打全部啊！刚刚他们离我们已经够远了嘞。你不可能一个人打全部嘛？哎、欸，白圈在我们这附近而已，赶快进去绿点那边找房子躲起来嘞。躲起来这边呢？被他们找到车就完蛋了。再不找到房子，我们也完蛋了。哼哼哼。附近算是有人，人还是很多。我不知道那个绿姐那边房子有没有人。先去探看呢、啊。怕、啊。我也没有钢盔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刚刚那边一堆，你就死不过来啊。太远了，附近有车。对呀，我步行才不到那个两分钟就到了你们这边呢。我们附近有车在走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上面，车在上面。我爬进来了，你们躲好，找地方躲好。他过来你这里哦。嗯，我躲好了。他在上面。有人要进来了，我要把他打死。什吗？没有死，差一点。我刚累哥。干你你！上来累哥。干，超级白累哥杀小啦，你要急白嘞。他忍着你跑过去，然后我累哥打不死他们呢、啊。他人跑过去瞬间，我突然定格住。干你烂游戏！我枪被他们捡走，越来越多人，里面房子里面有三个人，靠北干你！哦，干后面，来，我刚明就归得好好，我至少可以连杀三只，就那个杀小啊，小，干，房子里面有三只，里面有人上二楼，有人上顶楼，对。妈的！我刚跪那个点最好的，就他们从我面前跑过去，打不了。哎、先退了，你们先打。爽啊！房子里面有好几个人，死啊！
大概有三个吧。还有你床瞄得过去吗？哪里？瞄我们瞄的那边。他们都在这。我右边也有。没看到的，我、哦、看到。他现在在打我啊！哇，杀死一个啊！我知道，全部都有人了。不好瞄，稍微瞄上面一点啊。哪有那么好中？他现在露出的部位很少哎、欸。中了，没有看到，一个趴下。你那个三角形，看到？哪里哪里啊？后面，在后面。干！哇，天哪！好武器都被拿走了。又要被包哎、欸！哇，好了，休息了。